盘点音效隐藏玩法合集七。一，优雅的天鹅舞。我们来到体育馆，小妖和元界都穿上天鹅服。小妖先进光圈跳舞，接着切换元界进光圈跳舞，再切换成小妖，牵起元界的手一起跳，然后小妖点击跳跃，元界就拥有了优美的舞姿。拜托，这是舞姿啊，你确定优美？二，小妖进入游戏后，找个没物体阻挡的路，点击跳跃，跳起来的一瞬间切换成元界，就会看到小妖以一种帅气的姿势在漂移。你确定你很帅气吗？如果这时小妖不漂移了，推他一把，他就会继续漂移。三，音效的宝石。音效里有两颗又大又美的宝石，藏在城堡里。没错，就是顶楼温泉，这有两个小熊，宝石就在他们后面。靠近小熊，小妖切换一个视角，看到了吗？还是彩色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学会的赶紧来寻宝吧。